声乐的唱。对呀、啊，教歌教，你们教歌是一般人唱，唱不下来的、啊。不会，大家都是台中人，为什么我们台中人有你这么好的歌声？不是，我也是台中人啊。哎呀，安徽真的有声音啊！可能我知道是一般的民歌啊，不是一般那种什么普通人给唱。等一下，王某人唱不妙哎，天都人懂的，被夸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再照一照。长沙人，好吗？喂，我很难得在宝岛台湾可以看到齐豫哈，很久没有看你的正式舞台演出。对对对，台湾比较少见。有了，前一阵在小巨蛋有看演唱。哦，对，跟潘越一起唱。跟潘越一起，对呀、啊，他们的歌声啊，在台湾真是少见的，太少见了。目前的后起之秀也很难有人敢唱他们。完多了，哎呀，你如果后面这个王彩华这一种的，怎么？齐豫的歌声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赶快让他再多唱一首。我哎，要唱这首是三个字的吗？不会那么巧、啊，经典之歌。对，跟什么东西巧？哎，不就是经典之歌？哦，会不会我们想的那首？哦，是那首歌吗？是。好，来，再来这一首《柠檬树》，我们再来。